本节目由零糖零脂零卡的元气森林独家冠名播出。今天你也辛苦啦，打打元气加油呀。凌晨四点，土默特佐奇这座小镇还在睡梦中的时候，有一对妇女已经跑在路上了。你们可以跑慢一点，没事，你们跑慢一点。哎，鞋子比这快。这个快到出框的女孩叫郑国花，现读高三，也是一名国家二级田径运动员。咱们那个跑的这儿正好3100。到达目的地后，他的常规动作是热身，而这个时候，爸爸在检查检查那个小石头，因为他这面路450米没有路灯，怕受伤的，所以我就特别小心这个东西。他训练比赛啥从来没有受过伤。这就是郑国花的爸爸郑龙，一个风雨无阻陪国花训练了8年的家庭教练。训练啊，每天4:20起床，4:30出门，训练到7点回家，是郑家雷打不动的铁律。漆黑一片的路上，爸爸总是这样跟在国花身后为他照亮。反正一年我这个摩托跑了14000公里，他弄这个安全绳，然后带上我跟摩托拉那个400米，420斤，训练肺活量，跟腿上的劲儿。你们需要往后退一步，我要开始了。好。再往后退，我可慢。他特别快啊！你看见特别快。哥，你起快的动作，我是动作。对，那个3秒。要不我站外面。好，400米，准备。好，开走。好，摆起来。很好。对，很好。除了这个肺活量训练，爸爸还为国花定制了一个私人训练基地。这是个一代的训练地方。一代，这怎么是？大概用了半个多月，每天上午2个小时，就我一个人，谁也没叫，他也都不知道。我是怕失败呢吧？你说弄出来了，不能用，不好用，你说没面子吧？国花，你把他领到这里来的时候，他什么反应？他挺惊讶的。他说跟你跟谁弄的，我说我一个爸爸一个弄的，不可能吧，我真的爸爸一个人弄的。这个套上了以后，然后这个他就练这个八臂，这个就是锻炼这个那两个臂。臂力训练，腿部力量训练，包括这跪的，我当时也不知道干啥，拿回来就放着了。哎呦，我说行，然后这不往上一跳。国花在爸爸的独门秘籍栽培下飞速成长。训练营当天试运会比赛成绩特别明显了，全市甲组第一名，高一了吧？哎呀，我看这个成绩这么好了，我说这就升级了，这就是健身房的第二代吧？这一毛钱也没花钱，砖头捡的，这塑料绳捡的，全是钱。有大点石头扔出去，地平一下，不容易受伤了。这个是76斤，他这么跨步，这是跳，一个一个跳过去。你说我40来岁，一毛钱不挣钱，干了点这事儿。小学5年级就快6年级呀。我就跟他沟通了一下，如果你呢学这个体育生，咱们能考上好大学，咱们就100%成功了。他说我好好训练呀，我好好学习。我说爸爸就敢拿青春赌明天。为了这一句承诺，父女俩一跑就是8年，跑出了满墙的荣誉证书。这是我的8年的收获，自豪吧。哎，我感觉你很少夸国花哦。夸呀，我平时也很少表扬他。这个东西现在他不是骄傲的时候，跟别人可以吹吹牛也可以啊，但是跟他不行。他怕你现在正这个关键时刻，我的任务可能大概有7%多就可以就完成了。如果明年哎签了大学通知书拿过来呗，我就100%我成功了。爸爸眼里的成功似乎近在眼前。但国花的心声是，我从初一开始就是基本上就是
因为这个体育没有出去玩过嘛，然后就我感觉我就是外面没有朋友那种。但是我就是很累，我也想就是好好的放松一下吧，好好的过一下我自己的生活。我对郑国花出于严父曾经在部队当班长的经历，让郑龙爸爸把这种军事化的管理方式也用在了国花身上。好，看从不离身的迷彩服，好，我先走一下。从不停歇的训练口令，从不动摇的一周训练表，都是军旅生涯在郑龙身上留下的坚实印记。这个看似威严而强大的身影背后，也顶着很多压力。他就是为我真的付出挺多的，就是因为没有去找工作，然后不挣钱，不要说外人，就是跟我们这家就是很好的亲戚，就是都会看不起他，我就是都是看在眼里的。不管外界的流言蜚语，爸爸一心一意地执行自己的计划，为国花付出了所有。我跟爸爸之间的感情我不会表达出来，但是他知道，然后他对我的感情呢，他不会表达出来，然后我也知道他爱我，然后他给我做饭呀，包括照顾我日常生活呀，然后我爱他，我就会用更好的成绩回报他，我也没有辜负他。他以前很爱钓鱼，小时候经常带我钓鱼，尤其上高中以后他就没碰过。我觉得我离开他，他也会找一些自己的生活吧。去年体检，国花因贫血停滞了一年的训练时间。刚刚恢复训练，高中最后一届校运会就提上了日程。为接下来的校运会，父女俩积极备战。老规矩，在国花热身的时候，爸爸还是会帮国花扫清路上的一切可疑绊脚石。这边你看，转啊，这么多。你看这死的就怕这种，它最危险。小石子难不倒爸爸，可面对这样的瓢泼大雨，还有三个月，过了元旦，然后他就去比赛。通过了明年的体育特招生考试，国花就能被提前批录取，迈入心仪的大学。离家时间进入倒计时，为了终结这种相对无言的沉默，他在心里酝酿了一场破冰计划。想搞一个惊喜，就是明天一千五会记录送给爸爸，就算是就是正式练体以来的就是一个小圆满吧。第二天雨收云散，校运会顺利进行。六年级开始比赛，任何比赛我肯定到场。全场气氛如火如荼，爸爸也在一边做起了准备。比赛的东西，鞋、跑鞋、衣服、水，一会儿脱了衣服，那个拿大衣你穿上。这个旗袍是学校也有的。学校号的没这个好，我自己买的。我呢，给郑国花手机录一下，然后掐一下时间。终于到郑国花上场了，爸爸显得比国花还要激动。喊喊郑国花加油，用一起喊啊！练一下。再来，高点喊。十三秒多少？十三秒四。现在呢？弄错了，不可能这么快，真的。啊，这我太了解，不可能有这么快。爸爸对自己的判断信心满满，但是
没想到100米能破纪录，是的，是的，连的。这样的话，那一个几乎全是我的名字。要恭喜你，有什么？要恭喜女儿没有啊？要表扬她没有？想表扬她吗？意外，真的意外，没想到。表扬两句而已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，平时就是那么高兴一下，不。预备，开始。土默特佐旗第一中学校运会的记录单里，100米、200米。400米、800米的记录保持者写的都是郑国花的名字，还差一个1500米，他就能成为土佐一中建校70年来唯一一个包揽全部记录的人。加油！拿到校运会全记录，国花终于松了口气，这下可以完成他的小圆满了。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冠名播出。元气森林零糖零脂零卡，为勇敢追梦的你加油打气。高三一班郑国花同学以5分31秒16的优异成绩打破原校纪录5分58秒84，组委会向郑国花同学表示衷心的祝贺。虽然爸爸吝啬着自己的赞美，但同学们可不会隐藏对郑国花的钦佩之情。他发现过一个天赋，这个总是对别人滔滔不绝，对自己却从不夸奖。面对这样的爸爸，国花心里有点不是滋味，所以他决定主动出击。要去体育场，我平时比赛呀、训练呀，都会来这个场地，就是最熟悉嘛。我跟爸爸最熟悉，所以就。我觉得这个地方有一个纪念意义吧。我想给他颁一个奖状，最佳老爸奖。你在打草稿是吧？因为我怕一会儿写不好。爸，你在哪儿呢？哦，体育场呢？爸，你看，过来。咋的？好，就在那儿，停，停。你看，开了就给我一个夜生司仪。好，没有啦，然后我给你啊。来，我有个脚座。行，谢谢，郑国花。下一步的就是考走大学以后好好训练，弄点好成绩。拿到国家一级运动员，我反正表达能力比较差，平时我们很少那啥，就是个训练、吃饭、睡觉。真的，我们家特别这个有规律，有些东西，哎。你说我要是那个不好好
严厉的去训练他，百分之百没这个成绩。现在还关键的时候，还有三个月，啊，将近四个月。现在不到时候，没成功，成功再拥抱。鼓起全部勇气，却依然没有听到自己一直等待的那句话。我也不用，不用。没啥好安慰的，没事。不安慰，真的。拿到那个大学通知书，哎，这就可以骄傲。有些东西你必须去坚持下去。虽然难过，国花也习惯性的接受了这种结果。计划结束，国花回到学校，爸爸也一个人回了家。这是我姑娘给的最佳老爸奖。一墙属于国花的光荣里，多了一张他给爸爸的独一份夸奖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那不行，这我亲女儿给我爸的奖。趁国花不在的时候，爸爸终于敢拿出女儿亲手写的告白，反复认真翻看。八年来一直陪伴我的郑龙教练，我马上就要毕业了，你也马上要退休了。我的爸爸最爱穿的衣服是迷彩服，最拿手的菜是麻辣香锅。我的爸爸最常说的话是预备跑。我的爸爸最爱的人是郑国花，可是作为爸爸最爱的女儿，没有主动表达感谢，没能先拥抱你，没能大声说我爱你，所以真的很抱歉。在我跟前估计他是第一次哭。我很少去抱他，小时候也不太抱他，我好像不爱这个动作，我不抱他。其实我的缺点比较多，这个我自己这个知道，不是完美的父亲，残酷的父亲。爸爸跟你说对不起，真的。黑夜里的陪伴，长路上的奔跑，细枝末节，点点滴滴都是爱。郑龙爸爸，今天你也辛苦了，打打元气加油呀。元气森林与每一个幸福相守的家庭相伴。